原标题：武则天在感谒寺剃度，剃度前说了八个字，听得老尼剃刀差点落地。贞观23年五月，也就是公元649年七月，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寒风殿，武则天等没有生育子嗣的嫔妃尽数出家感谒寺。就在将要被落发的一刻，武则天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住持老尼惊了一身冷汗，这句话也改变了武则天一生的命运，成就了日后的一代女皇。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，感谢原作者，如侵犯您的权利，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，图片与内容无关，请勿对号入座。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，从当初入宫到后来的狮子聪事件，能写会算的武则天同志是有梦想的，但她起初的梦想很传统，也很实在，只想当一个天下第一成功男人，皇帝身边的，甚至说身后的女人之一，至少也是个贴身女秘书。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一句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带有天下的谶语，彻底断送了武则天的所有梦想。虽然唐太宗发现大臣李君羡小名叫武娘子，官职是武卫将军，封号是武连县公，负责玄武门守卫，但在杀了替死鬼李君羡之后，太宗对武则天仍然存有要命的怀疑，于是怀揣着一腔梦想的武则天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。太宗不再宠爱当初的那个媚娘，既不想让她带批奏折，更不想与她有个一儿半女，同时太宗又不能对武则天放任自流。他见识过武则天驯马，李世民很清楚放开手脚的孙猴子能量是巨大的，只有把武则天约束在自己身边，让她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，才是最安全的。可武则天就是武则天，不管是遗传了父亲或是母亲的基因，她总归有颗不安分的心。于是在失宠之后，武则天一方面表现着一副接受命运的样子，一方面却在私底下进行着各种尝试，用自己的小手艺讨好皇后，请练德妃在太宗面前为自己美言，甚至冒天下之大不讳，不惜在太宗眼皮底下接触太子李治。如果不是武则天隐藏的好，如果不是太宗去世匆忙，武则天很可能活不过太宗。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调皮，感谒寺皇家的专属寺庙，神秘奢华，但这里对于先帝的没有子嗣的嫔妃却是名副其实的活棺材，他们在这里只是先帝的陪葬品，不能踏出寺门半步，不能有任何的欢声笑语，不能泄露所有与先帝有关的事情。唯一与一般陪葬品不同的是，他们似乎还活着，还有呼吸。而此时的武则天，她已然清楚不能把宝全部压在包括李治、燕德妃在内的任何人身上。当他们全被带到大殿，准备一起被落发剃度的时候，武则天那颗挣扎了许久的心终于迸发出来。空寂的大殿里，只有将被落发的嫔妃们低声的哭泣，此时的武则天却没落一滴眼泪，她低着头，咬着牙，一字一字轻声的说，发落复生，首级不会。这句话真的比脑袋掉了碗口大的八架人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只要脑袋不掉，姑奶奶就会东山再起。感谒寺那个一脸横肉的住持老尼听到了，他真切的听到了，他吓得哆嗦了一下，手中的剃刀差点落到了地上。这个充满世俗之心的老尼，其实比别人更关心皇家的事情，而武则天其实早就成了大唐深宫里的网红人物。在那个没有抖音和博客的时代，武则天驯服狮子聪的事儿传到感谒寺老尼的耳朵里，已经变成了武则天驯服来自西域的狮子，武则天徒手对付狮子，这是何等的厉害。老尼不一定把武则天的名字写在衣襟里，但他一定深深记住了武则天。于是老尼挥了下手，温柔近乎献媚地说，此人
带发修行。武则天随即升任感业寺生活总管一职，从此武则天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所，有了几个唯命是从的手下。重要的是，他更加了解了获取权力的策略和手段，他享受到了绝对权力带来快感。一代女皇就从感业寺开始正式孕育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